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腮红适合怎么脸型。腮红一般用于修饰脸型，提亮气色，而且有多种打腮红的方法。脸型偏圆，想要有立体感的话，可以尝试打斜向腮红，有效提升面部线条。脸型偏长的话，可以打横向腮红，综合面部比例修饰脸型。脸型偏方的话，可以打团状斜向腮红，使面部柔和且有效拉长面部比例。腮红有多种打法，适合各种脸型，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脸型来尝试一下。